他晚上十一点多，远警巡逻到台北市中山区的中山北路和民生东路，在停等红灯时，闻到旁边轿车飘出浓浓的 K 烟味，因此上前拦查。没想到车上两名男子看到警方，立刻将手上的烟吸掉，然后丢进水杯里，另一脚疑似将 K 盘踢进坐垫下，企图隐藏。警方见状，立刻要求两名男子下车，但嫌犯一度执意要返回车上演示犯罪证物。来看一下当时情况。下来那可以看到，由于这台车停在路中间，车来车往，两名男子拒绝配合。远警见状，随即喷洒辣椒水，将两名男子压制在地。警方打开后车门，发现这两名男子宛如开着行动毒窟，在车上不但查获三包毒品 K-Tamin， 还有磅秤、分装袋。后车厢的纸箱和塑胶袋里查获疑似贩毒所得的10万块钱，以及西瓜刀6把。两名男子讯后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涉违法移送侦办。